旅游节目三日两夜成功弹起，拥有32C火辣身材的前 TVB 咪神朱志贤，在去年离巢无线回复自由身之后，工作依然不断。虽然工作忙，但仍不时拍片和相放上社交网同网民分享。日前朱朱就在社交网上了一辑身穿白色挂颈连身长裙的相，相入面见他前面 DV 中门大开，后面大露背，完全真空无打底，前后都剃头十足。不少网民见到辑相之后都纷纷大赞索靓正啊！只不过亦有网民直指朱朱好似越嚟越瘦，上围更疑似缩咗水，担心朱朱嘅身体健康状况啊！前华者冠军岑丽香同金融财俊强强喺2016年结婚之后，育有两个仔，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满。日前啊，香香就喺清谈节目《魅影小喇叭》入边分享预夫术，就系当老公帮手做嘢或者凑仔嗰阵，大大声咁赞佢好 man 啊，咁老公就会好乐意咁去做。而香香亦都为咗展示成果，所以佢琴日就拍咗条片，片入边见到强强两只手各抱住一个仔，香香就大声讲话：好 man 啊，爸爸好 man 啊！喂，边个最 man？搞到强强几咁开心啊！唔少网民睇完条片之后都留言大赞，果然有效啊！